开始。我们比赛加入这边位置，中心点位置。快点！当我们气压打上来，现在是可以对准正中心，那后面这个板子是没有作用的。那现在当我把气压往内缩，缩进来，这时候我车子如果后退，我就可以把 panel 直接夹在上面。这是这个状况。那如果气压打上来，这时候把骨它就凝住了。好，那再看倒球哈，倒球的高度，好，躺下去可以直接 OK 进去。但是降下来的时候，这个是目前这个状况是不会，因为我们一条钢它是不会打到这个木板的，好，所以这部分是 OK 的。所以目前这样的调整的状况，应该是不会让篮子坏掉。看怎么调高的 ，OK 啊、哦。